怎样是不准？是不是不准 ？Oh my god！ 之前要照超音波，触骨后头，鳞爪背皮高跟高低，<笑>你们作弊！<笑>今天呢，就是我要来突袭每一位伙伴他们的办公桌，看他们桌上哪些小秘密，顺便一起来玩智力比赛大 PK。 我们的本山会帮我们出好题目。第一位，现在感觉君长在擦桌子哦。君长你好，我来突袭一下，为什么你桌上那么多那种看起来很疗愈的小玩偶们？还好吧。你要介绍一下你这些玩偶们的由来吗？我交给你介绍。哎，我发现你是不是偷偷减肥？ 吃这种夜宵素？那你给我的，那有用吗？我今天才上班，然后放两大盒在我桌上，<笑>因为他很喜欢吃这种有的没的啊。好，那你自己介绍一下你这些小物品，就是一些保健食品。那你最推荐哪一个保健食品 ？B 群吧。那你 B 群会什么时候吃？早上进来的时候。你会空腹吃 B 群吗？因为我空腹吃 B 群，我自己肚子会痛。哦，我不会。 对，我可以空腹吃任何东西。哎，我看到我桌上有我们家的产品了，桌上是用哪一个？哪里有海洋？海洋吗？哦，好好好，或者说这玫瑰的。好，我们来突袭一下你的抽屉。第一个就是杂物，然后我这个会用到的东西只有双面胶跟科技海绵，<笑>其他不太确定里面还有什么。为什么会有一只断耳的？那什么？哦，维尼。在这儿啊，就是我只要经过扭蛋，我都会看有没有。<笑>又断一只。就是我觉得。 大头系列的扭蛋都很可爱，就我那为什么它没有并列在这？因为我桌上就是配合这个桌面的白色，所以我自己规定自己只能放白色系列，所以这个太黄就被我收起来。哦，皮尺也会用到，该不会是要量我的身材吧？对，需要我帮他量一下他的胸围？<笑>没有啊，这是我量很多产品的大小什么的。因为它同时是要做产品开发，所以有很多这种宽不起来。好，尺啊，因为有尺就有。 三把加一个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最少买过大概六把剪刀，自己在那边预备三把，因为我知道一定会被大家拿走，剩下永远都不见，这一把我还是从那个远处偷回来的。哎呦，是不是也要研发蜡烛啊？怎么会有这么多 sample 呢？对啊，所以每天适时的点一下，观察一下他们打不开。<笑>这个是法油味道的蜡烛，因为太多人喜欢法油味道。第二个，没想到介绍账务区发票啊、零用金啊、存折啊什么的。因为他同时是我们公司的财务长。哎呦，哦，这边是比较个人私人用品区。对，哎，这是什么？那个啊，蚊子咬的。没有。 又有一个大头，<笑>你到底要藏多少大头娃娃？然后平常有时候粉珊会问我说要不要来，要不要喝点酒？对，然后我就会拿杯子给他，一个 shot， 这个 shot 超可爱的，<笑>是我们设计师自己设计的，对他自己手写，就是这是我们很常做产品啊、包装什么的，然后印刷色就用这个对这个色票参考，蛮好用的。下一区口罩，我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脏乱的人。 有没有说要介绍这个？有啊，我们要突袭啊！这也是那个发票，最后一区是很怕上不出厕所。哦，就没打开这一区了。大家，这一区精彩了，金球益生菌、丝丝 lemon 代餐舒畅包，<笑>这个是胶原蛋白粉哦，液态钙胶囊哦，纯养颜益生菌。 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很爱吃益生菌，还有那个一口酥，各种营养品，青草膏，哎，该不会坏了吧？哎，坏掉了啦！哦哟，啊，哎，我刚刚蹲下来帮他装这个柜子，然后惊觉这边很多角落藏了很多，就是订单啊、合约啊之类的东西。那你桌上还有一些什么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小物吗？<笑><笑> 哦，为什么电话放在我桌上呢？因为几乎电话都是找你。电话都找我的。对，那你有个专属的电扇，因为我怕热，反差是羡慕。这边还有一个Gina专属的电扇，它毕竟也是我们办公室的老大，所以它的办公桌非常的丰盛。哦，我后面的墙就是，我有时候会这样转过来思考一下人生。<笑>我们月刊从最初版，然后一版一版调整，就贴在这，然后平气也是。 就有时候你知道在电脑上看，你可能没有那么有感觉，然后你就这样印出来，然后这样，所以你今天
今天我们觉得哎、欸、这不错，然后明天再来可能就觉得哎、欸、这个好像也不错，所以就是这样时不时这样看个几天，然后直到你看了一整周，你都觉得确定这个就是完美，那就是它了。嗯，好，进入到我们的智力测验，就是我们想到答案，然后想敲一下头。下列何者非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？A. 达文西 ，B. 莎士比亚 ，C. 拉斐尔 ，C. 米开朗基罗。莎士比亚。嗯。是莎士比亚吗？哎、欸，我先敲的。你给我敲得慢啊！因为他手举起来。我这样。你要先。月龄好，我 ready。现行新台币硬币中哪个不是铜币？干嘛？哪个是什么？哪个不是铜币 ？A 一元 ，B 五十元 ，C 都是铜币，猪十元 ，C 都是铜币。我也有敲头哎、欸，放一定我先，而且我念完整个答案哎、欸，我都是铜币。第三题难一点，鱼翅。是一道鲨鱼，是吗？是吗 ？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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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这又超前部署，可我们要平手啦，真的耶，一比一啊，决胜题。哦，这个很难哦，台语，切，我一定输。台语，含兜露的正确意思是 A 牙签 ，B 举弱 ，C 方向盘 ，D 指南针，指南针 ，B 三含兜露。哦、好啦，封你为台语小老师哦 ，handle 路，好，最后一个，还有啊，没了啦，好，那代表我们是平手，好不好 ？Yes， 好，平手啊，他没有跟我握手的意思，平手，平手，好，下一个人 ，Let's go， 下一位我们要图写伙伴呢，是我们的最新伙伴 Cheryl， 你跟大家说一下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他的工作岗位呢，是我们的整个品牌的企划，所以呢，他这颗脑非常的聪明，这我就不太敢认真的挑战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一样我们来图写他的桌子。虽然可能他也刚搬来，我觉得还是有蛮多感觉蛮厉害的东西。那、啊、我的桌子就有我新带来的米老鼠手，因为我超喜欢米老鼠的，所以就是我中午如果想睡觉的时候就可以。抱他，可是我看一下，因为他又有一点泛黄的痕迹，他是用了很久的那种。他从国中到现在，哦，就真的是那种真的。但我带他洗澡，很习惯，就是上班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抱著。OK， 好，那你请问一下这一排是什么意思？ Oh, 是这样排排站的东西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刚进来，然后我想要去，我就问君娜说，我想要知道小花瓶里面每一个，所以他就拿了就是一排的给我。里面是小花瓶的花瓣，对，里面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看一下你的这个桌面哦，这里其实就是必要的杯子，因为要喝咖啡或什么，就是护手霜，然后跟保健食品一样，就是维他命 E、维他命 B， 就我自己做笔记的一些本子这样子。里面应该是机密吧，就是我们之后活动一周年企划的一些，就我自己想到什么我会写上去，这样比较好，就是我可以就是想到就记下来，然后再慢慢去布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抽屉时间。哦，抽屉就没什么东西。图习抽屉很空。巧克力、欸，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有强迫症？就它的一整个白白的，只放了半片巧克力跟几个 USB。这个用意是什么？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吃巧克力舒压。哦，所以看起来就是你上班这一礼拜已经吃了两三片，就有三个时候压力很大。对对对，好。第二个，干净溜溜，电脑包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，一个电脑包，下面都是空的，有点 boring， 这个桌子没有什么成就感，看不到一些娃娃的头啊，或者一些食品啊，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智力测验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要需要一点智力哦。在比赛的时候，超越第二名会变成第二名。我刚刚说第一名，天啊，好聪明啊！可恶！以下哪个食物通常并不接近黑色 ？A. 龟苓膏 ，B. 黑猪肉香肠 ，C. 猪血糕。黑猪肉香肠。猪血糕。C. 猪血糕。答案是 B. 黑猪肉香肠。黑猪肉香肠是黑的啊。不是。哎、欸，大家评评理，猪血糕的那个切开还是红色哎、欸。
真的 哦那是鸭血。好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是跟法律有关的。嗯，完了。台湾民法规定几岁为成年人 ？A. 22岁 ，B. 20岁 ，C. 16岁 ，D. 18岁。B. 18岁。答案是 B 耶。B 什么 ？B 是几岁？18。哦 ，B 不是 ，B 是20岁，民法是20岁，刑法才是18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再一个很简单的哦，历史题，下列何者没统治过台湾 ？A. 日本 ，B. 英国 ，C. 英国。西班牙。嗯英国，嗯，好，还是输了2-1。好，谢谢 Cheryl。下一位呢，是我们办公室的高级脸代表，他有一张又高级又冷艳又冷酷的脸，但是他心里是非常温暖、非常温柔、非常在向上女孩的。有请我们的 Grace。他是我们的品牌公关，所以我们公关所有东西的联系，然后最主要他现在还负责 Murphy。的主要负责人，今天我们来直接突袭你的办公桌，你的办公桌看起来非常的精彩。我现在已经直接看到一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早餐，现在已经下午3点了，早餐怎么还没吃完？忘记吃了。对，他是一个很常东西忘记吃的人，比如说很常他中午会叫饭，然后我好像下班，然后看到那个饭还在旁边好好的，然后边打开可能只吃一口。他说忘记吃了，因为有时候办手边的事情打一打字就会忘记了，代表你很投入你的工作。对对 对，很棒很棒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桌面，这是检查 Murphy 的一些饰品，然后需要加强的地方，我所以你会一点精工，有会一点精工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是一个紫原油品牌的办公室，因为每一个人桌上都会有一个修指甲的刀。这个修指甲的海绵为什么每个这是正常吗？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吗？把藏在里面，把它藏在里面。这里偶尔会想想事情的时候会这样想，没那么夸张。那接下来呢？他的铅笔盒我觉得蛮可爱的，他铅笔盒超像小学跟国中生那种满满的，我只要要什么笔，他就跟他拿，他就会有齐全各种荧光笔啊，粗的啊，细的啊，对。便利贴这个什么哦，好酷哦，这个是哦削铅笔机，而且你有分不同 size 的削铅笔。哦，对，这是无印良品的，我觉得很方便，就是它这边可以这样把它收起来，就变成比较空间更小一点，然后就可以放。那我们突袭我们的抽屉时间，哎呦，一个乱，看起来气气直直的，你是收藏垃圾袋吗？不是，我就觉得有时候买回来，然后他们给的塑胶袋。这样子会很浪费。这个 Seven 的网子好像也可以再重复利用。来，我们的第二层。哎呦，你就习惯收集一些塑胶袋啊、包材、啊。对啊，包材啊，舍不得丢啊，就收集一些这种泡气泡纸啊。气泡纸，这是我之前你想去上课？不是啊，之前要照超音波，然后我们去对面的那个诊所去挂，要准备挂号，然后我就看看我要挂的医生是哪一格，然后在那边那个甲状腺不舒服，甲状腺发炎，甲状腺我有低下。好，对，就那时候我们在，就你很喜欢收集各类的包装，不是？是我们之前要试，想说 Murphy 这个好，还是宣纸好，还是这种纸好？这种纸好，就到处试。那你放一个假时钟干嘛？对，这是我们你要提醒自己上下班时间。我们上次拍摄的那个发香水啊，对啊，那你不能拍摄就拍完，你干嘛？你舍不得丢掉？有感情？对啊，我就跑去那个影片。标准双鱼座，标准双鱼座。啊，还有这个什么素材之类的？到时候我们拍发香的所有素材。还有这边各国国旗啊，那个拍照道具。哎，可是有一个很突兀的是 B 群跟这些时钟啊什么没有关系。跟你会吃这个 B 群吗？会啊，我这个已经快吃完了。哦，所以它是它的补充包。对啊。哎，还有个筷子哦，它是筷子，做成瑞士。大家猜一下第四层有什么？然后我目前是猜有还是有一些塑胶袋之类的，或者包材。是不是？但它还是有些包材，因为它是 Murphy 的包材。对，这些就是我们品管啊，然后看有没有印刷没印刷好的啊，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很细心的检查。跟这些袋子是我们因为 Murphy 是全银的，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可以保存银饰的这种袋子，这样大家也很方便。对，假链袋里面加假链袋。对，好，
所以就是个袋子收藏家。然后这个电脑包是 Blair 送我的，对，我送他的生日礼物，我觉得超漂亮，小 C 飞的。好，但我这边有一区，究竟是在你跟 Gina 的边界，所以这边是你的还是 Gina 的呢？这个是我的。哦，可是你已经介入了这个 Gina 了，你把它偷藏在 Gina 的这个桌子底下。这篮子是 Akira 哥爱的，是有什么故事？这故事介绍到 Akira 桌子的时候会提及到这个篮子的故事。那等一下期待我们介绍到 Akira 桌子。今天呢，就是我跟 Grace 的机智问答时间。第一题，雪梨歌剧院的建筑外表像什么 ？A. 鸟巢 ，B. 金字塔 ，C. 帆船。帆船，还没念完，这样换吗？帆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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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不行。请问篮球赛中投出面包球是指什么 ？A. 球插板得分 ，B. 球没碰到篮筐 ，C. 抢下篮板球。请回放。B. B. 篮板球，应该他比我快一点，1-1。最后一题。这个有点智慧哦。新台币1000元纸钞上的动物是 A 梅花鹿 ，A 台湾黑熊都念完 ，C 地质，猪瓜波吻龟 ，C 地质，地质一个鸟，一个鸟，一种鸟，2-1，耶！一个鸟啊。地质啊，我想起来了。紧接着呢，这号人物不得了了，这是我最期待开箱跟图集的一张桌子，他就是我们的物流部部长 Akira。他的桌子真的是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应该都有，任何你想不到的东西也会有，懂吧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很干净啊，完全很干净吗？大家，这不太是一个正常办公桌会出现的很多东西。我们直接映入眼帘的是这一箱，他是我们的乐高达人。你的兴趣是什么？拼乐高。我去 IKEA 的时候，看他有在卖，而且还是会员才可以买。它是收纳盒，对，收纳盒。收纳里面放了些什么？乐高。哦，它里面还是放了乐高，就跟办公室没有关系，是放了很多乐高。好，很好。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大田味伞？那叫太田味伞。哦，怎么有个太田味伞呢？正录完。胃药、滚珠精油，就是提神用的。哇哟，提神擦鼻子，消炎药。光是滚珠精油就有超多瓶的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条线？不要的，我就把它接回来。还没完，像不像老人？像不像上一个世代的人？零钱放在口袋，就怎么会有人好像一个瓮一块就没有什么用，就可以先放在里面？怎么会有人把这个瓮放在办公桌上？很奇特的东西，就是金门的58高粱，对，压力太大，要喝一刷这样子。那你刷杯在哪？刷杯没有，我都是这样子直接用这个。哦，好专业哦。对啊，说一下分享你的故事。这个要连接到刚刚 Grace 的那个篮子。我们4月的时候在办公室酿梅酒，所以我们就买了各式各样的酒。然后，刚 Grace 的那个篮子就是我们洗梅子的篮子。他们在办公室酿梅酒。对。你这边有12瓶。对啊。各位观众，他在他的办公桌下酿了12瓶梅酒 ，I can't believe it。真的是12瓶，不用夸张，它就是12瓶这种大的美酒。差不多中秋节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喝看看。就是见者有份。好，这个怎么会有一个？有一天我很想要吃青粥，要配那个什么玉笋啊、肉松啊，非常多包的维他命。它的前面我刚刚看了一张，看起来最合理的东西。刚刚整个桌子，我觉得这个就最合理。终于我们品牌 Nineteen Again 的东西，这是我们的 VIP 的黑卡会员，然后它是悠悠卡。我们把我们的 VIP 最高阶，他们都会颁发一个这种黑卡，然后一个定制他们自己的名字。那我们所有的伙伴呢，每个人都有一张。那为什么你这边会有这么多单子啊？这个计算机等等，就是出货单啊。我每天都要洗。Akira 是我们的物流部部长，就所有跟物流有关系的，不管是接发还是要送东西，都要经过他的手。还有办公室的所有大小事，柜子啊、整理啊、刷马桶啊。都跟阿卡尔有关系。对，抽屉不用检查吧？有抽屉检查时间。想是不准，是不是不准？这什么？为什么会有榔头？组装的时候就是敲啊。哎，这边是一个器具箱哎。
Oh my god! Oh my god! 它有防蟑螂的齿壁石哎，壁石笔。哇，不愧是办公室总管。这个是不是小米的？哦，好酷哦！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带复刻牌来办公室干嘛？虽然我已经不，我也觉得不怎么样，因为他都已经带美酒来酿了。复刻牌就是怕大家无聊的时候嘛，三个人就可以玩大老二啊。你讲的好像真的很合理耶，带冒险也可以、啊，也是啦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对啊，其实还好嘛，这还是一样，很多线材，线好，也是这边就很标准。这边呢就是我们物流部单子要填啊，或者是海外的啊，又有什么有各种表格报关的单子啊，对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所以你们有时候会说啊，那个货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会尽百分之百的力去帮你查，但是可能我们过程中会有很多，尤其是海外会很多一些问题啊，跟现在尤其是疫情关系，你会遇到很多很多这种状况、这个就我们办公室最近呢新兴了一个游戏，就是很喜欢在办公室玩一些注音符号抢答，重点是是我自己做的，对，他自己在办公室印了之后还自己互背，做了所有的注音符号，然后为了要娱乐大家，打卡纸就跟任何跟办公室有关都在这。为什么大家都会最上面，然后就是最奇葩啊？杂物啊，发票，还是有很多药，就是药头啊，没有，是好像是那什么安眠药之类的。那那个是什么？这个、哦。我刚刚差点就放他一马。这边是什么？我们有圆山家电的锅子，还有鞋盒，还有这一箱是什么？锅子是有一天君娜想要吃火锅，我就把它带来了，结果没有。所以我们办公室随时可以吃火锅。对对对，要吃火锅，因为这是电的嘛。然后鞋盒是朋友送的乐高。有一个办公室 tour 的影片在我的频道上，然后会完整的介绍我们。除了办公桌上还有其他设置的摆设跟陈设，其中就有这双鞋子，非常的厉害，好不好？我就偷偷的跟大家讲，不告诉大家在哪里。第一次问答时间，好，全部题目念完才能抢答。对。第一题，下列城市何者并非国家首都 ？A. 雅加达 ，B. 台北 ，C. 首尔，猪纽约。猪纽约。好，这个有点难哦，有点难。天文题目。天文哈，天文它的强项哎。完了，我输了，这也尴尬。我要台语题啊。来喽，天空中的星星一个小时旋转几度？A. 15度 ，B. 30度 ，C. 60度，猪90度，请抢答。我用猜的，15度。对，没错。Yes. 为什么、啊？没有，我用猜的、啊。地球每个小时转15度，输了就输了。所以星星会走。我刚刚想说是哪一颗星星会转，然后。下集。1:1。好，这跟酒有关的哦。好，完了完了。下列何者非啤酒的四大酿造素材之一？完了，我输定了。A. 红糖 ，B. 麦芽 ，C. 啤酒花，猪酵母，请抢答。红糖。我 B。红糖没错。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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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。二比一，还没抢三。抢三、欸！我要台语题，我要台语题。抢三，你手要打架。下列何者动物不是十二生肖的动物 ？A. 马 ，B. 鱼 ，C. 蛇 ，D. 鼠。念完。B. 鱼 ，B. 鱼 ，B. 鱼。念完是你自己规定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地壳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地壳中数量最多的是哪一种岩石 ？A. 火成岩 ，B. 页岩 ，C. 变质岩 ，D. 沉积岩，请抢答。沉积岩。我猜页岩哦。火成岩、欸、，Yes。我刚刚讲火成岩还是沉积岩，因为火成岩它就是火山的那个岩。我想要跟本山 PK， 你去念。我们的压轴本山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所有频道的影片啊，跟今天的拍摄都是他剪的，所以今天换手来，我来帮你长进。我的桌上呢，就是没什么东西，点点点，电脑。然后我的大萤幕，哎、欸，真的，他的桌上真的是可以说是最无聊到最无聊的，但是又无聊又精简。他这个萤幕是整个办公室最贵重的东西吧？
就是它的，因为它剪片啊，需要的画质跟像素需要很高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绘图板，嗯哼，有时候要修图或什么的，就可以这样啾啾啾啾啾啾，嗯哼 ，Photoshop 很快，嗯哼。然后我的硬碟，这是 Nightingale 专属的硬碟，所以我贴了一个贴纸。然后这是小相机，这台小相机就是随时我们要拍办公室日常的时候。可以随时比较随身用，不然这一台实在太重。嗯、然后还有一个没在用，从居娜娜偷来的滑鼠，这个就是装我的一些相机镜头的包包，有时候就是外出这样比较直接拿了就走了。啊 ，OK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拍板，这个是 Akira 送我，他有一天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本山，这给你。”就这样，所以我就获得了。然后我是原本在这兒，哦对，本山不让我。对，然后这一包就是装我的麦克风的包包，对，现在正在使用，很可爱，没了。你也要你的抽屉仔细检查，对，我的抽屉现在是很简陋的一个 IKEA 的小柜子，对，因为我的防潮箱现在还在路上。但我说真的，这个柜子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是从我们从工作室从 Gina 第一个柜子沿用到现在。哦，而且这上面整个凹掉。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很有意义的，结果你说上面凹掉。然后第一格就是好无聊哦，真的好无聊哦，就是我们的产品贴纸、紫原油护手霜，一样是我的器材、器材包、器材的东西，一些线材、电池啊、USB 小麦克风充电线，一样是器材包，但它是纸箱、纸盒类。对，因为想说那个还在。保固内，所以就先留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麦克风，然后也是正成提供的。很多很多 YouTuber 都在正在用这个麦克风、嗯，因为它是一对二、嗯，所以你同时可以有两个人一起用，就像我们两个现在这样。对，现在我跟 Blair 现在在用，然后它可以一起收音，对，所以它很方便，尤其是外出的时候，就是有这个毛，所以在外出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好的防风的功能。跟 Cheryl 一样无聊的桌子，哪一个月有28天？二月。请作答。二月，我一先讲。但是这脑筋急转弯一定不是二月，是不是？每一个月。不能输。哎呦！我气势要嘴，我要做高一点。麒麟到了北极变什么？冰淇淋。1-0，可恶！汽车右转时，哪一个轮胎不会跟着转？请作答。备胎，哎，好厉害、哦！ Game over， 3-0，他已经结束了。第十题好不好？好。诗仙是谁？李白，是吧？吗？还是脑筋急转弯？陶渊明是什么？诗王。诗王。还有啊，晚上演。好考台语啊。好，完了。你台语强吗？我完全不会，烂爆。礼拜天到礼拜六的台语怎么念？完全不会。拜礼拜一拜礼拜沙拜拜喜拜拜哦拜拜啦！好奇怪哦，就是他超大声，拜一拜礼拜沙，超大声，我有点吓到，刚刚因为惊恐了，1-1。还怎么才1-1啊 ？A 到 Z 中的第15个是什么字母 ？O P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O 啊 O 啊 O 啊！艺术题，艺术好啊！台北美术馆现在在展什么？盐田千春，盐田千春谁？好，再一题，再一题。还有啊，有还有在录吗？重点有哦，好，好，我可以。我也可以。小琉球属于哪一个县市？屏东。哎，重点是我们还顾虑到不要喷起来，屏东。不分上下，不能输。讲出三个百岳。百岳是什么？玉山、雪山啊。大霸尖山。大霸尖山。Yes， 我讲三个。Yes， yes， yes， yes。Blair 获胜。我也是 Blair。谢谢大家。突破盲点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办公室突袭桌子跟益智问答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另外我们办公室有分两个 tour， 就是最仔细的，包含我们的配置啊，还有一些小东西会放在另外一支影片。那还有另外一支影片呢，如果你们对我个人有兴趣的话，会拍一支我个人的办公室 detail 的 room tour。
赛，敬请期待。这三支影片我希望会同时上，就是不同学校然后一起同一个时间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啊，大家可以串联着看。好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哦，一起让本三破5000订阅。我们在里面见， yeah. 拜拜。